他现在很烫了。哦，那就不抓他了。不抓他，是的，现在他没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卡佳，和我们今天来海边旁边。我们过来赶海。啊，赶海。对。拿水桶，我穿老公的衣服。嗯。因为干活都要穿老公的衣服，我得跪呀。太聪明了。所以我现在快点有拿。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哇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哇，很多，但是太小了，他们看不出来。看见，刚才差点摔倒了。看见，这个还可以，冲个树。这个。嗯。啊，都很快呀！啊。好。小螃蟹，哎，看见这个，啊，这是寄居蟹。真的？嗯。海蛎吗？狮头。狮头。你看海蛎很多，这个是新的，它没有打开了。嗯，小海蛎。啊！它很快，你有没有看？它在这个石头下面。这个戴手套也疼。是的，哇哇，要不我来 ？Duck， 应该是我不会呢。哇，他们很快，你有没有看？嗯，是的，这就是野生的。哇，应该是别的人早一点来拿，早一点来哈。啊，不应该是这个问题吧？应该是，不是问题，我们不会的。不是，应该是，刚才肯定是得找，然后不会有很多，有很多的话，这个东西卖很贵，谁都来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应该都是太小，有螃蟹，但是很小，都是小不点啊。是的，小不点。大家，我看见了个东西，什么？海螺，那个石头上面，石头上面，下面，对对对，海螺你都抓不住。太搞笑了吧？对，就是它可以吃的。啊？嗯。啊，是的。那下回你抓的时候，你得快一点。好的，你看，你要开我灯，我可以抓。嗯，对，这个也可以。可以。嗯。但是要慢点，因为石头很什么？嗯，很滑。很滑。嗯，然后不好走。慢点，我看见大的了。那里，下来。哇，你慢点下来，你要拆海蛎，海蛎不滑。哦，是的。快点，没事，他跑不了，他就在这水里面。在这里？嗯。你给我等，我看他。我看见了，他来。看这个，这个也可以。他要走。嗯。来吧，抓它！哇，抓它呀！你等什么？你抓完之后马上扔到桶里头。我怕。快点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你两个手套穿在一起。是这样子。两个手套穿在一起，它咬你就不疼了，对不对？那可以的，但是，你看，它知道。你等一下，不要这个灯给它，它看。它要出来了。是的。一二三，抓！一二三。它知道我要抓它。你先，看出来了。一二三四，呀，他知道我们等他。他太谨慎了，不要说话。以后一二三，你用心里说，不要说出来。他没地方去了。但我不会抓他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很从扣出来。但我不，不是这样，从上面往下面扣。你看，但是你看，你再把水弄出去，很快的。看到了吧？这个脚就是它。我看到了它，你看它是哪里的？我不会抓它，你知道？你看，我不会呀，明白？嗯。走吧。等一下，等30秒。啊？坐
要一个，他现在赚啊哈，不要啊！快点快点，帮忙！走开！他的脚，我弄他的脚，坏了！他现在很疼了。所以那就不抓他了。不抓他，是他现在他没有手。好，不抓了，不抓了。我的心疼。不要心疼。你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咱们也是吃这个？可以说还可以，你看他坏了一个脚，咱们就没有吃他。好了，不要不高兴了啊。他现在疼。脚上擦还力，擦还力不滑。你两个石头带在一起，它应该咬你不疼，用力抓起来就行了。你看这个螃蟹不一样，看不一样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好，海力，海力吗？是的。啊，那还可以，今天抓了个大货。你看，有两个海力。不错不错。我不会。不用掰开啊，一起拿走啊。干嘛？你还不要一个？不要钓鱼。钓一个。会钓。抓它，抓它。有。今天拿了这点东西，然后看见脚刚才滑了一下，流血了，在这稍微洗一洗，把沙子洗掉。他说这个小的鱼要给他放的。是的，他干嘛？和这个螃蟹也是。太小了。等一下，我要，你让你们走啊，看宝宝。一个哟。好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好，走了。阿姨来，妈妈说阿姨可以弄这个，妈妈再给她。是的。这个可以吃，是不是？这个可以吃。哦，你看这个我拿的，阿姨。咱们没有白去。我在哪里？这一条，这条是你的钱。这是你的钱啊？哎呀，那边个，这边个，这个。不要，是不是？这个尖尖的，屁股尖尖的可以剪。屁股尖尖，这个可以，那挺。那个拿牙签挑出来。这个还挺。那就不用剪了，都挑出来了。是的，这个是给阿弟的。阿姨说这个一斤20块钱。阿姨找的我。这个也是20块钱，大的35。就好了，那这个吧，尝一下。哇。要不要给你弄点酱油，弄点芥末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50块钱啊！很贵呀、啊。妈妈骗你，阿姨刚才说不是这个钱。你看，咱们拿这个应该有一斤。很酷的。很酷的。这酷的，然后这个东西会好。是我吃中药也是酷的。但是这个味道差不多。但是这个，你看，妈妈说海蛎太小。这是海蛎，等一下，把它开。这个是海蛎。没有味道。没有味道。太小。你吃了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你现在说，妈妈。是。不是，是不是有这个是虫子？不是。这个是你的，我挺肥的。挺肥的。你知道了吗？是大便，不是大便。我说这个长得跟那个牛大便的差不多，那个样子是不是？是大拇指画六鞋了。很疼。你不爱穿鞋鞋、啊？我穿这个，我穿拖鞋。穿拖鞋去海边那好。那好。每次我带你穿多的穿鞋，我没带你洗了的跟他们洗的穿拖鞋。傻傻的哈。对，错了。